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卡丁车游戏。好，咱们开始游戏。看看咱们奥特曼在这个广安赛道上，哇，竟然跳出赛道了，咱们得小心一点。这是咱们刚刚闯的一关，然后这是回放的这个视角，因为这个视角的话比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是视角要好得多。咱们现在应该是第三名，要保持，小心小心，第二名了，漂亮！这个弯超车超的太帅了。离这个第一名也就差一点点啊。呀，这个卡丁车过这个弯的话，真的挺难过的，挺难过的。你要减速减的多的话，它的速度要太慢；你要减速不减速的话，它又跳出赛道了。加速啊，你别这么调皮啊，你要开车的话就好好开是吧，你这样调皮的话，你能开我车啊？看看，漂亮，太帅了、啊、这个视角的话看起来挺过瘾的是吧。我们现在是第一名，开玩笑，咱这个车神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，是有真本事来咱们城的这个光之国第一车神的称号。小样，你又想超我，一个飞镖过去叫你也受不了是吧。又出去了，是我们做第一名的这一把交易。哇，其实这个赛道真的挺难的，你看有好多这种90度角的急转弯。哎，这家伙竟然走我边上超过去了，这个不行是吧？跟我抢第一名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老王们的朋友，记得点。